师兄，方才巡山，我们抓住个可疑的女子。我们是苍山斩妖人，此处荒山野岭，妖孽横行，你一个弱女子，在此何为？我叫小玉，家住岐山脚下，只因近日家父上山采药多日未归，所以上山来寻他。既是如此，那为何被我等撞见，却要落荒而逃？荒山野岭，我以弱女子，只恐遇上歹人，所以。满口胡言！我等此来岐山，便是为了铲除萧王。那萧王凶残异常，这方圆百里见不到半个活人。你能安然来到此处，在下可是佩服得很呢。我原来是只狐妖，有你受死！且慢，我看他道行尚浅，且并未加害我等，不必节外生枝，放他去吧。寻萧王要紧。师兄，切不可被他骗了，这狐妖极有可能是萧王同党。萧王残暴，我等也多受其害，小女子真的是过路小妖，望诸位念在我修行不易的份上，放我一条生路。万物皆有灵，我等斩妖人也不是滥杀之辈，否则与萧王何异？师兄，师兄还请三思。不能放啊，不能放啊！之前的情报并没有说萧王与狐妖一族有所勾结，这次就放了你。修行不易，你好自为之。多谢。我等此行已有数日，还没有找到萧王下落。发现萧王不要轻举妄动，一个时辰后无论寻到与否。是。
下炉子炼啊，方圆百里遍寻不到，没想到还有个送上门来的。炼人精魄，没猜错的话。萧王神威，岂是你等列祖想见就见的？今日你……师弟，师弟，师弟，怀州，怀州何在？
怀中。大师兄，你伤得很重，我们先回苍山再说。陆云川带着伤重的小师弟踉踉跄跄地回到苍山，二人将此行的遭遇向掌门做了汇报。小师弟讲述了当天遇袭的经过，当日放走的狐妖向萧王报信，萧王趁三人不备，带领一众小妖发动了伏击，三人乱战中被打散，小师弟带伤奋力反抗，奄奄一息，直到大师兄回来接应。掌门迁怒于陆云川放走狐妖，导致师弟们遭遇灭顶之灾，将其逐出师门。陆云川懊悔不已，带着深深的愧疚和自责，将两位师弟的遗骨送归故里。客官且看，前方便是五里坡，沿栈道前行数里便是河西村了。我听闻他们村里近日颇不太平，客官不妨在村中多逗留些时日，找些人结伴而行。道长终于开始驱妖做法了。这道长一看就很有道行。时辰到，有请道长做法驱妖。天大地子三五成日月聚，出遥遥入冥冥，气不到气通神。急急如律令，妖怪退散。此处妖孽被我用独门秘法驱散，想必可保你们一方太平。有劳道长了，我代表河西村一众老小谢过道长。不是，妖怪来了！妖怪来了！道长，你且快扶此妖魔呀！救命啊！
贫道法号玄虚，刚才略施道法引妖出洞，本打算一举收拾这些为祸河西村的妖孽，不想却被你抢先一步。除掉这些妖孽对贫道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不过你我乃同道中人，贫道还要在此应付乡亲们的酬谢，你可以先行到村长处报信。Thank you.
我乃苍山云游斩妖人陆云川，曾与张义才师弟同为苍山门下，只可惜师弟在除妖途中不幸殒命。我知他乃河西村人士，于是想让其魂归故里，还望村长成全。哎，不瞒您说呀，如今世逢战乱，我们河西村是年大好儿郎，现在如今都成了这祠堂中的一个个牌位。哎，此番也就多添一个罢了。村长节哀。老朽听闻苍山乃是名门大派呀，除强扶弱，嫉恶如仇，本村近日却是遇上一桩祸事。愿闻其详。近日不知何故，我们村东的陈州湾据说由何真爷兴风作浪，已经接连害了不少人性命。我们村人主要靠打鱼摆渡为生，对何真爷从来都是敬重有加，只奈何近日不知何事冲撞了何真爷，河里接连怪事不断，一些水里枉死的脏东西也出来危害乡里。经此一劫，村中的生计大受影响，无奈之下老朽才四处求法，想找高人前来驱邪，如今还请陆大侠看于义才同门之情，仗义出手啊。村长尽管放心，此乃我被斩妖人分内之事。
响过这福子部。不去。这是为何？近日村子附近闹鬼，这河里也不太平，终日妖物弥漫，别说是摆渡，平日里打鱼的人也看不见了。那你为何还留在此处？我和大哥在这河边摆渡过日，前些日有人想要渡河，给的酬劳还算丰厚，大哥见财心起，决定冒险一试，却再也不见回来。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前往沉船湾寻大哥下落，我便拼死把你送到对面。愿意一试。大侠站稳，前方雾气甚重。水线东西，不是。前路凶险，我和你同行恐怕会拖累你，我们就此别过。如果有幸访到我大哥下落，烦请告知。你且放心。Thank you.
出什么事了？祸事喽，祸事喽！你走后不久，村里接连有人得怪病离世，这罗秀才是第五个了。只是他比较命大，被人发现的早，不过看样子也是撑不了多久了。平日里还好，积水坡往东有座将军坟，看坟的王老汉懂一些岐黄之术，但那里太过偏远呐、啊。近日开始闹妖，所以无人敢去，这罗秀才也只好在此等死了呀。村长不忧，我去去就回。Thank you.
翁可就是王老汉。老朽正是，已经有些时日没人来我这里了。村中有人接连得了怪病，危在旦夕，在下受村长之托，恳请老人家随我立刻启程。我这就随你动身。这好像是失魂之症。失魂之症？依老朽看，他应该是受了极大的惊吓，三魂七魄中的胎光受损。那是否还可救治？算他命大，发现较早，只要帮他疏通几处经脉，助他体内元气流转，应该就无大碍了。待我为他针灸一番，大概需要一个时辰便可醒来。有劳了。你可有看见我家大妹？那孩子自打晌午就没见了踪影，村外正闹着妖呢，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他叫我怎么活呀？你别急，待我先四处打探一下，看看是否有人看见他。Thank you.
有人看见他往村北山口去了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，听闻最近闹妖闹得厉害呢，这丫头真是想气死我呀。你别急，我去寻她回来。
这怨念。叔叔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这山神庙怨气四溢，凶险异常，你先跟我回村再说。你娘到处找你，都快急死了。刚才是这庙中的古镜，让我看到的幻境吗？没想到，
恶修罗就是这小鬼所化。妈妈，回家，妈妈。我已除去与你纠缠的怨念，你不会再有痛苦了。这孩子双亲离世，无亲无故，饥寒交迫而死。这宝镜似乎可洞悉魂魄执念，将人带入幻境。此番得到，也算是一种机缘吧。找回大妹真是谢天谢地，都不知该如何谢你。跑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，不怕妖怪给你叼走了？大妹知道错了，大妹不是乱跑。大妹林家王婆婆曾跟大妹说过，村北山上的山神庙灵验，能保人平安。我只是上山去给娘祈福许愿。我不想娘生病。哎，你这个傻孩子，就知道让为娘担心。别杀我！救命！他回来了，他变成厉鬼回来了。这是谁呀？这下终于有救了，我们没命了，我们都没命了。满口疯话，在陆大侠面前成何体统？村长，是楚家娘子，是楚家娘子，她变成厉鬼前来索命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那个女人。哎，这个如此事说来话长啊，实乃我村中的一桩丑事啊。我村祖训忠贞节烈，适逢战乱，男丁多征召入伍，村里男丁越来越少，后来每逢征兵，我们便定下逢三抽一的规矩，三户人家得抽一人应征。前些年村东楚家抽中了兵铁，留下媳妇楚氏和一子相依为命。那楚家当家一去不归，他媳妇楚氏思念成疾，得了失心疯啊。他先是将小儿赶出家门，之后还做出许多有辱门风的苟且之事。本想啊，找几位老成持重的妇人前去说教一番，不想那楚氏失心疯发作，连伤数人后，最后投井而亡啊。这女子不守妇道，死也就罢了，最后竟化作厉鬼为祸相邻。自那以后，村人苦不堪言，后来万幸得遇一位云游道长将其收服，本以为根除了这个祸害，怎料近日却又死灰复燃呐。老朽卖个薄面，再带村中百姓请大侠仗义出手。想不到还有如此内情，各种鬼物聚集于此，应是受着楚氏怨念的影响。哎，你放手去做便是，无论成败，大侠的一举老夫皆看在眼里，想必您师弟泉下有知，也会感激您的恩德呀。村长不必担心，我去除掉这一祸害。封印那楚氏妖孽的地方就在村东头，那边平日里就鬼气森森，很少人去。
是伤风被俗不守妇的今日陈景。我的受害者，我却被陈宇景下溺死，平复他们心中的嫉妒，维护村子的忠贞节力，怨念驱使我，以另一种形式存在。是非颠倒，黑白万端。我记得他们每一个欺辱、辩驳、栽赃，我也是非之人的嘴脸。他们所有人都要死。谁在哪里？是我，玄虚。道长是否看到那厉鬼？这么凶厉的妖孽，真是世所罕见。要不是贫道还有那么几招看家技艺，恐怕小命就得交代在这儿了。那妖孽携一众鬼怪袭来，仅存大肆屠戮，整个村子瞬间化作了阿鼻地狱。也不知他与这河西村到底有何仇怨，此事颇为蹊跷。我劝你呀，也好自为之，别趟这趟浑水为妙。道长好意，在下铭记于心。不管其中有何因果，在下身为斩妖人，自然……哎，就知道你跟我们这些跑江湖的不一样。贫道之前看到一些幸存的村民和村长一起往村西去了，那妖孽也追杀而去。你赶紧动身，兴许啊还能救下几条人命。你我也算相识一场，此行异常凶险，这东西就送给你防身吧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咱们后会有期。老兄老眼昏花，
全因那罗秀才、刘胖和龅牙身及其家中妇人是非颠倒，才错将你陈警。老朽后来查明真相，也是痛惜不已呀。求你看在老朽对你儿照顾有加的份上，原谅老朽的罪过吧。你若真有愧疚之心，对我儿照顾有加，他饿死于山神庙时，你在何处？这我。我看你等有斩草除根之心是真，今日我也斩草除根于你等。饶命啊，饶命！你我本无仇怨，之前暂且留你一命，你却又来送死。你那怨念所化之鬼，杀孽深重，我作为斩妖人，自然不可坐视不理。他们皆死有余辜，这世间如此多的因果往复，你一人管得过来吗？因果循环无法根绝，依附因果诞生的妖物却可斩除。一旦出现为祸世间、破坏阴阳平衡之物，我辈之人就非斩不可。结果后，陆云川与幸存者安葬了楚氏母子及一众村人，之后继续启程。